市长陈其迈出席高雄市政府绩优基层人员颁奖表扬典礼，亲自为50位绩优基层同仁颁发讲座及合影。陈其迈表示，所谓人在公门好修行，基层同仁在很多市政推动整个城市转型过程都非常辛苦。今天有50位我们绩优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同仁获颁这个绩优的公务员哈，那我想所谓人在公门好修行了哈，那我们基层同仁其实在这几年也包括了疫情啊，那还有整个城市的转型，那还有很多在市政的推动都非常的辛苦啊，所以那有一些甚至加班或者是所做的服务都超出他们原来工作的一个范围，而能够主动的服务市民啊，所以我要在这里要特别向我们所有的基层同仁表达感谢。陈其迈指出，在场的50位同仁可说是所有基层同仁的代表，基层同仁是各机关最坚实的人力，平日协助市府执行各领域任务，持续为高雄市民提供优质服务。那其实应该获奖的也不止这50位啊，但是这50位可以说是我们所有基层同仁的一个代表啊，所以我相信高雄市作为市政府作为一个团队其实这个假如说市民对于我们市府的这个服务的工作有肯定的话，真的要感谢所有我们基层的同仁啊。那我们也会更谦虚的倾听民意这个能够全力的帮市民解决问题，让城市更进步更美丽。市府团队也会更谦虚的倾听民意，全力协助市民解决问题，让城市更进步更美丽。他再次代表市民诚挚的谢意，感谢基层同仁将一辈子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这座伟大的城市。